刘平，学长，吃拄好，甲小米来啉咖啡啊？不是，是甲我。 是嘞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我叫陈志良，如萍的朋友。你好，我叫杨三太，是如萍大学学长。你好，陈志良，阮这位学长，就是进前空客爆炸迄间公司的少年头家。学长，进前空客出代志，我伫内底，就是陈志良甲我救的。 原来是安尼哦，多谢你呢。奇怪，我哪会感觉我伫什么所在看过你？你不是头前安尼讲的，应该是我想过缘投，先电影明星。<笑>啊，想讲去，就拄着啊，想要来请教一下，唔知这个空气爆炸，恁爸怎么样处理啊？ 这代志，阮爸伊嘛足头疼。恁爸头疼，应该毋是遐受伤感觉，应该是恁家黄金向伤去。陈志良，咱即摆莫讲这啦，讲吧。我看咱两个人为着这代志，看坏。 应该是有真大的出入，所以我真想要听你讲。不过我想，卢平应该是无愿意看到恁两个人为着这代志咧无欢喜。恁若是无想表达你的意见，我袂当勉强。我只是，假使讲一开始恁爸就出面关心遐受伤的工人，甚至大家为物件，无得到恁家黄金，就不要抢去。 你听起来，你敢若甲遐的手抓阮厝黄金的人同款，拢是为家己是正义的证书，为着正义得到违规三者，社会大学是安尼教的？你头拄仔是安怎要刺激阮学长？万一遐话，伊甲你认出要安怎？我得讲重要的代志嘞，你是在笑啥？ 我讲道理，替我咧烦恼，啊，甚至跳出来替我讲话，我当然嘛欢喜，当然嘛会笑啊。无想要睬你，走。好啦，是啦，你莫生气嘛。好啦，我承认了，坦途是我太冲动，我保证我以后袂安尼啊，哈。啊，无安尼好无？今仔日我做你的导游，我带你去我的秘密基地，互你知影，交分啊偌水。 当作是赔罪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拜托啦，你多少一个赔罪机会啦！啊，若无我真正艰苦一世人呢，哈、啊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啦，拜托。